看这一题，他说有夹哈、哦，跟乙两个容器啊，中间附以这个闸门，这个有个闸门啊，附有闸门的狭管相连，闸门关闭时哈、哦，这个体积是20公升的假容器哈、哦，内里面哈、哦、内装有三大气压。P 是等于三大气压的氮气啊。好，那体积40公升的乙容器哈、哦，内装有六大气压，我这 P 二哈等于六大气压哈。这个空气啊，我们假设氮气跟空气都是理想气体啊。两容器的气体温度都是300K， 哦，这是300K 啊。这个也是300K。好，然后呢，把闸门打开了，让两个气体互相混合，并且将混合后气体的温度哈、哦，给它加温加到多少呢？加到420K。若两容器与狭管的体积哈、哦、不随温度改变，则平衡后容器内混合气体的气压为几大气压？好，我们假设它没有产生化学反应嘛，所以它的那个摩尔数都一样的。那我们知道这个 PV 哈、哦、是等于那个 nRT 嘛，那也就是 nR 哈、哦、是等于 T 分之 PV。好 ，nR 是等于 T 分之 PV 啊，啊，这两个的 nR 加起来是等于全部的 nR。好，作用前的 nR 的话是多少？它的 nR 是 T， 就300分之 PV，P 一啊乘以 V 一嘛，就3×20啊加呢它的 T 分之 PV，T 是300，PV 2×呢 V 是40啊等于多少呢？我把它打开以后混合在一起。混合在一起，而且把它的温度升高到420K。好，啊，它的呢总的 n， 总的 nR 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 T 是420，啊，或者 P 是整个的压力。好，这时候这两个压力就一样，因为你打开以后两边的压力一样。P， 啊乘以到，这个时候两边的温度一样嘛？温度一样都是420K。没有 PV 啊 ，PV， 哦 ，T 又是 PV， 那整个的体积是加起来是20+40是60，那这样我就可以知道说它混合气体的压力多少。好，那、这样呢，我0可以消掉，消掉一个，然后除以6，哦，6×30，6×30，6×7=42，啊，这个0也是可以消掉的。好，那这样就变成是5/6加多少？6+8，6+8就14啊，啊等于多少呢？7/6P 啊，哦7/6P， 那容易约分呐、啊，知道这是等于多少呢？来我看啊，这是3×20嘛。啊、这6×40，哦，这是6×40才对，这不是2，二不晓得哪里来的，这6×40，所以这是6+多少呢？6=24，6+20是刚好30，所以这是30。好，约分，5×1=5，6×30，约分6×1=6×1，所以这是 P 是等于多少？等于7呀、啊，哦，7大气压。所以混合气体的压力是7大气压。